开始转不停的陀螺，被时光打磨，脚步却随我。困境也能来一道绳索，想去到哪里，心从不迷惑。当我认定最好经过，相信不闪躲，你那眼神清澈，好像星辰拥抱辽阔，安然去划过，今夜都亮了。光芒之中不沉默，我听见你跳动。绩效要求这么严，就他每个季度都挂最后一个。要我们院所有人都这样，大家都不要赚钱，一起喝西北风吧。他就是仗着长得好看，估计提主治也是靠脸上位吧。懂的都懂。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恭喜星辰，今天啊是庆祝你提升主治的好日子，来，让我们一起祝贺星辰。主任平时这么照顾你，是不是应该和主任喝一杯？各位同事，感谢大家今天来捧场，也谢谢张主任这几年来的栽培，我敬大家一杯。让我们一起举杯，恭祝星辰提升主治，来干杯！星辰，今天的聚会不是升职宴，是散伙饭。我辞职了。辞职？为什么辞职啊？专业和业绩，我觉得专业更重要。当然了，非常感谢这几年你对我的照顾。再见了，各位。我叫宋星辰，今年29岁，原本一直是个别人家的孩子，顺从家人的期待，按部就班的考上了医科大学，读研度过规培期，在导师的引荐下进入一家私立医院上岗。按正常发展，我以后会评职称，做个明星大夫。不过现在一切都有了不同。真想好了、啊、当然了，不然呢？预谋已久啊，宋星辰，干得漂亮。当然也没那么简单了，
我也是下了很久的决心的。不过这样也好，反正啊，我是早就看不下去了。你为了上手术，不仅要搞学术，还要三天两头值班去照顾病人，两天两夜没合眼这种事儿，你干的还少吗？医生都是这样的，这没什么好抱怨的。不过，我毕业后就进了这家医院，多少还是有些感情的。但人要往高处走，我还是得去进修。反正你现在也在准备进修，不如你跟我一块创业得了。你说我啊？嗯，女性用品店，有什么不可以吗？好。为了那些好姐妹们的幸福生活，我愿意肝脑涂地。冲！让我们一起迎接即将来临的30岁。干杯！现在也在准备进修，不如你跟我一块创业得了。姐，带你吃肉。完了，我好像昨天答应肖离去帮他开店。宋星辰啊，宋星辰。谢谢，不客气。怎么都快过期了？喂，你们为什么发一堆库存货给我呀？还有一个多月就要过期了。不是库存货能拿到这个价吗？货没过保，大牌正品，这没假吧？话是没有错，可是我压根收不出去啊！有谁会买一堆快过期的东西放在家里呢？我们只管发货，不管卖货，你得自己解决。你们怎么？喂，喂。星辰，你来了，进来坐。昨天你跟我说的是，我昨天是喝多了，你别往心里去。说好的一起吃肉呢？啊？不是，星辰，我的这批货它出了点问题。我刚刚都听说了，这不正是个好机会吗？这哪是什么好机会啊，明明就是个大坑，我一个人搭进去就算了，我不能拉着你一起跳。危机就是转机，你现在让我低价入股，是我占了便宜好吗？你这店估值给你算个30万，我连人带钱15万入伙，挣了钱我们一人一半，这不是挺好的吗？我知道你是好心，可是这次很麻烦，我真的不想连累你。看着我，放心吧。就算是个大坑，咱们也能给他踏平了。韩老板，合作愉快。哎，磨蹭什么呢？你可以对自己没信心，但别忘了我是谁。山重水复疑无路，
披荆斩棘，宋星辰。行了，我们呀，把这一批货在2个月之内必须全部售出。既然叫红尘滚滚滚，那我们就得滚起来。嗯。再做一个全方面的检查，钱是小事啊，主要是我们想买不放心。我们医院上个月刚更新了设备，我觉得特别适合像你们这样的家庭。这宋星辰真不想混了。就是，我们科室的绩效谁不清楚？就他装清高，这不愿意那不愿意，指标每个季度都挂最后一个。就他这点装，真能装。指标确实不如你们，我只是专业还可以。爬到上面去了，现在怎么办啊，姐姐？怎么了？保安大哥，3楼的租户在吗？我们先得立刻上去把小狗救下来。对，3楼人不在，他们都出国了，门打不开，你们也进不去啊。我打电话叫救援，别害怕啊。哎，大哥，哎，注意安全，哎，小心点，哎，小心，哎，小心，小心。哎，小心啊！怎么了？今天是你上岗的日子，可别忘了。知道了，马上就到。来，抱着他。他没什么事啊，只是他的前小腿有点扭伤，回去好好照顾他。以后注意了，不要把小狗放在危险的地方。谢谢姐姐。
今天这个会呢，是要跟大家宣布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欢迎我们极夜救援队新任队长苏清澈，苏队。大家好，苏清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苏队。苏队毕业于联合国际安全学院，该学院是全世界范围内反恐安全领域最权威的机构，而且苏队曾在国际救援任职，并在洛尔堡反恐学校担任教官。大家都知道咱们极夜啊是一支纯公益的队伍，没有工资，但是呢作为政府应急体系的辅助力量，我们要深入到灾难的现场。那这一次呢，我接任队长，其实跟你们这个陆队没什么不一样的，就是希望将咱们这一股来自民间的救援力量，让它变得更加的壮大，帮助更多的人，打响属于咱们极夜的这个救援品牌。谢谢苏队。星辰，怎么有时间回来吃饭了？最近不忙啊？最近还好。那私立医院和公立医院不一样，那业务都有指标的，特别忙，你怎么闲下来了？就是前一段不是老加班吗？正好这段时间该我轮休了。前段时间我们几个老朋友聚会，你还真别说，有人认识他们科室的张主任。他人怎么样？挺好的。好，要不要这么着吧，咱们哪天约张主任吃个饭。爸，我工作的事情你们能不能别瞎掺和了？好好好，工作的事情我们不掺和，但别的事情你得让我们省省心。我们给你约了一个相亲对象。相亲我不去，你们知道我喜欢什么类型吗？还什么型？我喜欢帅的。那帅的能当饭吃吗？我说的是那种。算了，说了你们也不懂。这个资料我都看过了，这小伙子条件不错，你看看看多好啊。不去是不是？那好，约张主任吧，好好聊聊事业上的事儿。那我现在就约。我去，那我可要多吃点，省得明天倒胃口。不打了，你有病吧你，真的是。不打了。不打了。至于吗？至于吗？有你这么打兄弟的吗你？谁叫你自己不练退步了？哎，这消防器材不够啊，消防半年年检一次，知道吗？哎呀，我说大哥，咱们只是公益组织，哪有钱去弄那些啊？是钱的问题吗？安全意识问题啊！行，大哥。你今天刚上任就叨叨我，你机器人吗？你说你成天练武，你有什么用啊？今天晚上你回去好好选身帅气的衣服，明天啊你准备相亲吧。哎，你小子怎么知道啊？哈，那个老爷子啊比较担心你，关心你，你看就你这么个孙子，你老不着家，他当然想找一个女人给你拴在家里。哎，老爷子不知道拿什么收买的你，
你这么说就不好听了，你怎么这么说老爷子呢？人家根本没有收买我，不管怎么样啊，你那个简历老爷子已经让我发给媒人了，把你的身家呀、你最帅的照片还有你的家庭住址写得非常清楚，最重要的这份简历是我写的，你自求多福吧你。宝贝，今天坦白没？没呢，我妈让我在辞职穿帮和去相亲中选一个，我选择相亲了。阿姨这次找的人怎么样啊？能不能入得了你的法眼？你都多久没有谈恋爱了？之前是没有时间，这次啊，我觉得你该找个合适的人处一处了。真的那么靠谱，还用得着相亲吗，大姐？而且啊，我的男朋友现在就是店铺和进修。就算我真的要谈，我期待的也是两情相悦、势均力敌的爱情。嗯，也是。所谓的相亲呢，就是让一群最不会搞定异性的男女，去搞定一群最难搞定的异性。宋老板，威爷。不对，是这个男人威爷，我要去搞砸的。你打算怎么做啊？第一，故意迟到。第二，穿着暴露引人遐想。第三，怼天怼地。我就不信哪个男人能受得了这三连击。那就祝宋老板旗开得胜，我在工作室等你，班师回朝。好的，想你啊。拜拜。拜拜。我今天故意穿成这样，应该可以吓跑他。你就是苏清城，宋小姐。是我。你好。是他。坐吧。宋小姐，你迟到了15分钟。哦，我都没注意。为什么出来相亲啊？家里要求。这倒一致。看资料，你是消防队员吗？不是公职。你是医生？现在不是了。什么意思？我不做医生了，现在的身份是女性物品店的店长。你说什么？你听到的。那你应该及时更新信息才是啊。我看您的信息也不够真实呀。联合国际安全学院反恐学校教官。你难道是 CSI 好人？宋小姐，你是在质疑我的专业吗？
估计也就不经世事的小姑娘会相信你这套人设吧。熬得不错，走向分校。宋小姐要求挺高。行了，赶紧走流程吧。如果不介意的话，报一下身高、体重、工资、存款、家庭关系。先生，这么看人是不是有点不礼貌了？对不起，我只是在想，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觉得这套对我有用吗？还是说正题吧。不好意思，刚才你问的那些我都不想回答。那请问苏先生有什么是可以透露的呢？房、车，谈过几个女朋友？资料上都有。光看资料怎么知道有没有水分啊？说到资料，您的这份资料也是落差太大了，不利于你相亲。什么落差？这照片是你吗？这怎么就不是我？如假包换，你有意见吗？没有意见，只不过是友情提醒。简历上写恋爱经验为零。你从小单身啊？熬什么纯情人设？看样子宋小姐对我的资料评价很高。那倒不是，只是觉得您偷鸡不成蚀把米，情商不太高。宋小姐真会说话，牙尖嘴利的。苏先生也不遑多让，性格温顺，清纯可人，贤妻良母，事业有成，儒雅绅士，长相周正，不靠谱。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也就不奉陪了。苏先生，抓紧赶下一场吧。下一场？什么下一场？你还有下一场？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傻？莫名其妙。我要吃榴莲。回来了，你那个相亲对象怎么样啊？长得还行吧，但总共见了十几分钟，从头怼到尾。那他怼赢了吗？当然输了，但是我的目的也达到了，我就是要怼得他知难而退，不敢有后续。你怎么了？宝贝，我跟你说，我们店铺至今无差评的记录就在刚刚被打破了。怎么回事啊？就是今天下午有个顾客给他送货的时候，那个送货的送晚了半个小时，而且还少给他发了赠品。我求爹爹告奶奶，我嘴皮都快磨破了，他非说我们使命必达是虚假营销，非要给我们一个差评。这就和美女脸上长了个痦子一样。我们还有什么挽救的办法吗？我们之前的赠品都已经发完了，我问他可不可以给他别的赠品，他非不，他就要之前那个，还说如果我们不给他之前那个赠品，他还要追加一个投诉。行，我知道了，我现在马上去超市发给他，你赶紧跟他说，今天我们补发三倍的赠品，让他务必取消差评。哎，等一下，超市多贵啊，这不是亏本生意吗？宝贝儿，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我们不能死在起跑线上。我走了。哎，不好意思，这个还有货吗？哦，你去那边看看吧。好，谢谢。
有女朋友还来相亲，那个什么什么安全学院不进行道德教育？联合国际安全学院都差不多。哦，一个小建议，这个比较好用。他不是双胞胎吧？哎呀，哦，哎，榴莲给你买回来了啊！哎，这怎么呀？什么怎么样？什么怎么样？你干什么去了？啊，你说相亲啊？不合适。哎，怎么就不合适了呢？是真人和照片差距太大，长得不好看。还是个头高矮不合适啊？跟那些没关系。哦，那就是性格不合适了。哎，你是不是惜字如金啊？搞得现场很尴尬，把人家给吓跑了。我没有。什么没有啊？肯定有。哎，你说你一个血气方刚的大小伙子，在这方面怎么就不开窍呢？成天就和大老爷们在一块混，那能混出什么名堂来？我这不是回来了吗？不是回国了吗？回来呀、啊，哪儿也别去了，就在救援队好好干，和鲁群呢，好好学习学习，看看人家是怎么和女孩子相处的，在这方面他讲样。我爷爷，您在开玩笑吧？鲁群那小子找女朋友他都不挑，难道找女朋友不应该找一个三观跟自己相符的吗？哎呦，行了行了行了。你到现在这么大岁数，你还没谈过恋爱呢，还三观呢？行行行，别拿这搪塞我。我还是觉得，先立业后成家挺好的。又来了，什么叫先立业后成家，还是先成家后立业呀、啊？那都是胡说八道。人到哪个阶段就得干哪个阶段的事儿。嗯，那你中学时你谈恋爱，那就是早恋。你说你这么大岁数，到现在连女朋友都没有。哎，你就是有毛病。哎，我这跟你说正经事儿呢，你当耳旁风啊？起来，站起来。不是，这么大了还要军事化管理吗？我的话不管用是不是啊？管用，管用，管用。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报告，我确实有试着去好好的相处，可是。我们俩之间工作领域相跨太大了，我觉得以后也不可能会有什么共同语言。不是听介绍人说，他是医科大学毕业的，有相应的工作。你呢是在救援队，哎，一个救死，一个负伤，这不是挺搭配的吗？怎么不合适呢？人家亲口告诉我了，现在已经不当医生了，现在是卖女性内衣的。哎呀，女性内衣。开女性用品店的是。哦，那，不是一个女孩子，你说她好好的医生她不当，那你开宠物店也行啊，给小猫小狗看看病，这也对口啊。对啊，行了，这事儿就算了啊，不合适咱就不合适了啊。对了，我呢。过两天我去看看老战友啊，可能几天不回来了啊。今天晚上咱们爷儿俩喝点儿。行啊，我再炒俩菜。好嘞，来，哎，走着。没看上就没看上，什么叫我女儿作风有问题？那谁让你女儿要开那种店呢？说出去羞死人了呀！你看人家年轻。
30了，再嫁不出去都快过期了，你知道吗？赶紧去找个清清白白的事情做呀！你把话给我说清楚，我女儿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了？我都不好意思说呀，你是怎么教育闺女的？你再这样啊，我都不敢给你介绍人了。给我，麻烦你转告苏清澈，在诋毁别人有问题之前，请先审视自己的德行有没有问题。有女朋友还出来相亲，耍流氓是吧？还歧视我的职业，衣冠禽兽，臭不要脸，说我过期，那他是什么？没人要的老白菜啊！哎，闺女啊，你说那相亲对象他有女朋友？妈，咱有钱以后多买点护肤品好不好？这相亲网站的冤枉钱以后能别花了吗？还有我那照片，你能不能别把我18岁的照片拿出去了？哎呀，好看。停。我总觉得哪儿不对劲儿。他说你，说你的工作不清不白，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对呀，什么意思？你说清楚。我辞职了。什么？怪不得我要约你们领导，你不同意，合着你早就辞职了。你辞职了？那你说你现在在干什么？我和小李一起开店。开的什么店？卖女性用品。什么？你，苏星辰，你也太过分了吧！你帮朋友，你也得有个限度吧？你可以给他投资，可是你怎么能把那么好的工作给辞掉了呢？你这是叫异想天开，没有遭过社会的毒打。哎，老头子，快，你赶紧找你个老同事，让他回去上班吧，回去上班。我做点小生意赚钱怎么了？而且我现在只帮肖离开店，等他度过这一段，我还是要继续深造的。做小生意，好好的医生不做，搞歪门邪道。哎呀，我是你的妈妈，我都说不出口，说出去太丢人了。爸，领导，领导，领导，冷静，冷静，冷静。孩子呢，他有他的人生规划，这很自然。咱们先支持他，先支持他。哎，闺女，你先去忙，记住常回家，爸爸给你煲汤喝。谢谢爸。哎，哎，苏清晨，你给我回来！我领导，领导，领导，冷静，冷静。你还知道我是你的领导？那当然了，咱家领导就会拍你女儿的马屁。你哪敢啊！这些年他那么好一孩子，现在他变成这样了，哪哪都不对劲，就是被你惯的。领导，你听我说啊，咱们全当他是叛逆期。你以为那开店好开了吗？你先让他开，他不知道什么是失败，你让他经历失败，经历摔打，他不说了吗？失败了，他再去深造。你以为他真的18岁吗？我告诉你啊，你管不管？你管不管你闺女？必须！你就知道倒腾你这些东西啊！你管不管？你管不管？我就管不管？管，必须的。还垃圾，垃圾回收站7点到9点开门，一会儿你到店里处理掉垃圾没？那你人呢？熬夜上链接，继续补觉，下午见。说我作风不正派，你让我妈下不来台，我就全都还给你。同志们，你们看右边的柜子，都是苏队之前获得的荣誉；左边的柜子，都是我之前敬爱的老首长获得的所有的奖状跟勋章。你们呀，都好好学一学吧啊！看来苏队确实有本事。嗯。
行了，别聊了，菜都做完了，快过来吃啊！哎，好嘞，好嘞，来了，走走走，吃饭吃饭吃，快快快快！哎，来坐坐坐，都是家常菜啊，哎，随便吃，哎，随便吃点。哎，我去我去我去，谁呀、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忌口啊？这个鱼里边多放了点辣啊。是苏清社苏先生吗？啊，我是。哦，发件人幸福小野猫，麻烦您签收一下。啊，是吗？好，来，好，谢谢。幸福小野猫，清澈，你有个快递，幸福小野猫发来的哦。什么小野猫？你胡说八道什么呢？哎，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在这拆呗，是不是？对，开开开。汽车，你玩挺野呀、啊，现在。青山，不用担心了，我跟他们交代过了，这件事儿不会乱传了啊。能不能告诉我一下，我现在在队里是个什么人设？哦，你是刚回国的性感小王子。这个人真的是扒你的瓜还把你拉进去，太笨了。他们单纯就是八卦，你小子狗腿子上瘾了、啊、哎，我很好奇你是怎么样一边跟我爷爷打着小报告一边就跟我说着绝对不会出卖我的。哎呀，我就是用了一点点甜言蜜语。哎，对了，清澈，你不是要跟我说扩大咱们救援队的影响力跟社会各界合作吗？我费了很大力气终于谈下了一场救援演习。是，嗯，只有扩大了我们救援队的影响力，我们才可以接到更多的救援任务。对对 对， 对，但是你小子别给我转移话题。嗨，我哪敢转移话题呀、啊！我不就想让你玩满尊，让大家忘了这个事儿吗？要不要我给你玩满尊啊？不用不用不用，我没什么尊，不用玩，不用，真不用啊！消气！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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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归说，不能动我头发。那你小子最好长点记性，下次把你的嘴给管住了。无法解
想你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温柔一种无法解脱魔咒，萦绕在心口。Loving you